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书法日。最近呢，有一位新人真的很嚣张，能够动用到休团期间的全团出动来帮他推销，是不是很夸张？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清风的首张专辑《太空人》。为什么人这寂寞的太空人，等你回到陆地，回到平凡而不凡的生活里。某一刻，或许你会在漆黑的夜里看见我曾在那为你兀自亮起。我觉得既然有机会做自己的作品，然后你会想要这些作品是除了音乐以外，它可以到很多音乐没办法说出来更多想象的空间的地方的，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有很多很喜欢然后也很想要合作的对象，对，然后这一次就我觉得有一种一一圆梦的感觉吧，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然后没想到他们都答应我了。今天既然是专辑即将跟大家见面的北京记者会，我们应该让大家可以有这个幸福可以看到他的 MV 的样子，对不对？你说太空人吗？对啊，好像对目前的进度可以让大家看到一点因为导演是陈艺人嘛，然后跟他合作很久了，对，是没有，我没有办法控制他，他其实是他目前就进行到前奏完毕这样子，所以今天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前奏的部分所以现在你们看完前奏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会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男主角林柏宏，他其实在很多的环境他是活在自己的想象空间的，这个的下一幕的时候我哭了，这个的下一幕让我想到那个，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或许不会那么有感触了，但我自己对于那一幕会很有感触，因为那让我想到一个人一直在创作的自己。